你现在看到的呢，哈，是花莲漂亮的那个，就是阿光火锅这里，这一栋现在全部全倒，已经倾斜了，然后请用路人的时候要小心。现在我们花莲市的灾情很严重，然后我们旁边的那个大楼整个全倒，所以不要再走商校街这一条路，现在整个都倾斜了，已经45度倾斜了，然后请大家注意安全。花莲灾情还蛮严重的，我都 OK。所以不知道各地的朋友好吗？希望你们也平安哦。哇，花莲的严重，还蛮严重的耶。这里是阿光火锅前面这一栋。现在还有余震，所以大家请到空旷的地方。花莲目前这栋漂亮大楼已经倒塌，然后又停电，全花莲都停电，哇，真的很严重，所以希望大家平安。现在这里目前全部都停电了，然后消防人员、救护车全部都进来了。目前这栋非常非常严重，然后请大家小心。好，我帮你拿灯。好，好，好，没关系。那个小心啦，楼上来小心，先把小孩子抱下来。先小心啦，好，先把小孩子抱下来。那个地下都是玻璃，底下都是玻璃。好，等下把它移到那边去。等一下，小心啦。哇，你看现在整个45度全倒。等一下，地上都是玻璃，先穿鞋子。等等啊。那个瓦斯味很重。好，没关系。等一下。好，好，小心哦。来，看身体。那边小心哦。来，还有一个小妹妹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妹妹。不要哭。你那个不好意思，你在这边。等一下啊。好，等一下，小心哦。灾情相当严重。还有小朋友，等一下啊。小心，地上有玻璃啊。好，数着抱，好，小心点。好，那个没关系，我等一下我会走，小心裂开，听不裂开注意啊。小心，还有没有小孩？好，没关系的，我等一下我会过去。来不及啊，没关系的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买了二十几啊，救人先呐。好，等一下，小心啊！你只能踏这里，小心！等一下，好，小心啊！可以吗？你那个爸爸，你帮他抓那个，快点，两个下去扶。窗户还有人吗？啊，刚有人吗？小心！先小心啊，等一下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有玻璃哦，全地上全部玻璃，用抱的，用背的，用背的，用背的，有玻璃，不要下来，有玻璃哦，大哥先用背的。你不要紧张哦。好好，行，有玻璃，有玻璃，大哥小心，大哥小心，快点，小心，大哥，大哥不要，大哥快不要，都是玻璃，都是玻璃，不要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这边最安全。都是玻璃，大哥小心。你要不要先背他？你先背他，会流血。你先背他，会流血。尽量少少一个人受伤。还有没有人？还有人吗？我在里面啊，他们我的房子听到了。哪里哪里？这里这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好，你有几个人？嗨，两个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？67岁的爸爸，好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不要紧张哈、哦，爸爸安全吧？好好，那你等一下。你们可以从下不去了，整个塌了。你等一下啊、哦，你等一下啊、哦，好，等一下。他那个弟弟这边还有一个67岁的爸爸。哎，好，这边这边，等一下哈、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跳哦，不要跳。我去看牌位，去。等一下呢？走啊，我赶快回去看牌位。好，好，我先去看牌位。等一下哈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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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先在窗边等着，好不好？比较好救，窗边比较好急救哈。走了，我们太高接不到了。好好好，太高接不到了。小心小心，那边还有人，左边左边。那边刚爬进去的，因为太高接不到了。好晕了，太高接不到了。照一下，照一下，照一下。哦，就赶快看一下白位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要现在先回去看我们家的白位。在里面，还在里面。那个太高接不到了。哎呀。